来关心股市，昨暗美国股市收红，标准普尔是创下五年新高，鼓励着亚洲股市今仔日有信心。今仔日日本股市开盘是起在2.15%，韩国股市开盘是起将近0.7%，咱台北股市开盘嘛大起80点，要挖进昨昏失去的7700点的关卡。今仔日在盘面顶头，国内股全面走悬。金融啊、电子、硬件、汽车、甲电器，即个类股买起哦，拢袂歹，起伏嘛拢差不多超过1%。电子类股成交量比重超过76%。台积电28奈米出货了后，今年变3倍，即提悬着股票介绍起1.7%。鸿海受到夏普甲联想结合的影响，嘛起0.7%。宏达电是开悬，徛登去月线，起伏将近3%。